一早，早上的8:31，今天2020年3月26号，星期四，我们环球邮报的539会员们、读者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早啊，大家好。那么我们现在是机构啊，禁止外出的第八天，3、4、5、6、7、1、2、3、4。啊，那禁止外出的第八天，老人院安养机构，台北市政府所属103个安养机构，总共5000多名的这个日式式或夜间式注册的病患哈，禁止外出啊，禁止外出啊。各位看看，那么我们这边正好有一个花圃花园，那我们在花园这边看看草，看看花，看看种个菜，啊，也是蛮有趣的啊。每天这边大都市要种菜也不简单，这边后面有个小花，那边还种个丝瓜啊，你们看到这边还可以啊种点小菜啊，种点不同的菜。各位，种菜得菜，种瓜得瓜，种果得果。我们要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。我们一向做生意，做实实在在，做事情啊，安分本分，不做犯法的事情。也不去骗人家的钱。好，我们现在总共全车这个月中了14次，你不参加会员，我会员现在也不收费，就是后谢，但是你必须先要保证金2000块给我，也就是押金啊。各位，我现在不收会费的啊。不，为什么要收押金呢？太多人中奖后不给我钱，不给我钱我就扣了你的押金，那你自己活该啊。各位，你一定要付我押金2000块，我保你赚钱，不赚钱我赔你钱，哪有天下哪有这种生意啊？啊，稳赚不赔的，是不是？我已经连中了4次，这个礼拜连中了3次啊。我们晚上8点钟公开在 YouTube 环球邮报的频道上，当然晚上八点以前你看到了后，你还会跟我买名牌啊，是不是？晚上8点到8点半之间我会公开。啊，公开后以资验证，如果我稍微晚一点公开的话，有时候睡着了，各位，我的会员那么多，他们哪一个马上在网络上我说我没有中，那我不是，我谁会参加我的会员呢？用脑袋想一想都知道嘛。啊，老会员回潮啊，赶快参加会员啊，每天的本钱也不过就是啊1000多块钱啊，2000块，有时候熬过就是2000多块啊。好，欢迎各位来电到0915008814，0915008814。